自家楼下或不远处有公园绿地已是时常可见，但是在中正区文北里，居里长表示竟找不到一处绿地提供民众休憩空间。好在去年在仁爱路二段26号的这块闲置国有地，透过里长的争取下，成为了绿美化公园。现在是一个叫做文北里社区公园呐、啊。我们文北里就是没有庙，没有公园，没有市场，什么都没有，纯住宅。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一块绿地哈、哦，让我们来使用啊、真是是一件的很不容易啊。原本是荒废的地区，在立委林昌佐和议员刘耀仁帮助下，陈里长争取到这块地来做公园使用。他回想起当初争取时很不容易，但想到里内没有一处休憩空间，一定要为里民积极力求。国防部的政战总局哈，这块地已经荒废的好几十年了。哦，就是我当里长已经20几年，在以前啊，一直就是一个废墟啦，啊，后来我就请那个委员林昌佐来帮我们争取，还有刘耀仁议员帮我们争取那个公园处的来这边做绿美化，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就可以来这边坐坐吹吹风啊，看看这边的交通啊环境都很不错。不过里长也说公园维护不易，曾看到地上有不少烟蒂被乱丢在此，为此里长也奔波不少，在积极的清理下还给民众一处干净的绿空间，公共地区还需大家共同维护得来不易的美化之地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